麻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现在工人们全部都已经撤场了，那个瓷砖的，还有外墙瓷砖的，全部都撤场了。现在要把里面的卫生搞一下，然后那个装吊顶的跟那个刮腻子的、刮墙的那个要准备进场了。但我们要把房子收拾干净，这好像。不蝴蝶啦，好多垃圾呀、好多垃圾呀、在哪里？现在窗子外墙全部贴满了，这个架子明天就可以拆了。明天？明天可以拆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垃圾，下面呢？上下都有。管理子的那个装吊顶的要来了，你清掉也搞不定的，补的办法咯，一层一层来，走。那天才搞完的，今天又有这么多了。哎，老样子了，搞了一栋房子，不知道要搞多少个月。其实啊，永远精怪的。反正说了别人也不信。哎呦，你说我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是不是太难了？好，下二楼。走，下二楼去。看一下，哦哟，你看，干净了不？干不干净？可以了。这个没用嘛，我有用的。没有啊，只用笑的没有用的。不请人，不请人累死啊。对啊，我用你没地方用啊，啊。就没地方用啊，我直接打一下。直接。那都是裁出来的。裁出来的废物，只要大块的，我们以后搞花园的时候用嘛。这些都留着呗。留着它，这样整块了，留着。啊，这个留着。看来，那就到外面搞花圃的时候可以用，反正只要搞什么都可以用，反正都。努力奋斗吧！这简直就是战场，不管动手，先把它干掉先，干完一家算一家。这个是阿勇的标配啊！标配是搞厕所。你看一下，阿勇特别喜欢搞厕所。不搞好一点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嗯。蹲厕所都要蹲出香味来。反正你上的不多。啊，这个垃圾弯的。对呀、啊。亮堂堂了啊！哎，最后到一楼，搞了一下都有点。加油！还是老样子下去，我来搞楼梯下去，先下去，我来扫楼梯。哎呦，这根是什么线呢？哎，到时候要刷卫生的时候，有时候现在，哎呀，
已经把这一楼、二楼、三楼清的差不多了，因为到时候刮腻子，刮完腻子，掉完顶之后还会有很多垃圾，所以说，在建一栋房子啊，是如果自己真真正正一手去操办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房子有很多到你要做的事情，忙都忙不满，忙都忙不赢，房子是一天一天累积上来的，一天一天做起来的，也非常非常庆幸哦，自己能够把房子一步步的给它做起来，开心。哎呀，带着这个真是不爽，哎，解放吧，留着。好，改天我们到，然后就到外面了，垃圾所有的垃圾清到这个院子里来了。明天把架子拆完之后，我们再搞其他的，这些搞完了，下一步再跟大家分享。累了，回去洗个头先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